商量点事儿呗，把女朋友让给我呗，行不？大哥，我知道你是跟我开玩笑呢。他就是个窝囊废，继续。真幽默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认真的呢。别逗了，大哥，你就是跟我开玩笑呢。哎，行啊，我开玩笑是不？老妹儿，跟哥过吧，哥有车有钱有性格，啥都比他强。看见没，他调戏我呢。生啥气呀？生气伤身体。我知道大哥是逗你玩呢。来，我们到那边坐一下。你怎么这么窝囊啊？他调戏我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我真没有，要是有我就放了。你气死我了。你生啥气呀、啊、跟这种没有素质的人生气犯不上。走，我们到那边坐一下。站住！干哈？你走可以，把他给我留下，别走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快把刀夺下来！他敢吗？他要敢，我跟他叫爷爷。别，大哥，我不敢，我真不敢。大哥，他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不能受刺激，你这样会害了他的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。你怎么这么窝囊啊？好，我决定了，和你正式分手。哎！他咋做到的？咋回事啊？没看清啊？没看清啊？啊！再来一回。看清了吧？没事啊，你上那歇会儿啊，我打电话报警。哎，别报警啊，咱不是假的吗？对，他是我同学，我俩演戏呢。演戏？啊、哦，演戏呢。慢点。啊、不是，不是，我自己来，大哥，你太利索了。大哥，咋回事呢？我俩同学。他吧嫌你性子太慢太窝囊，就把我找着了，和演场戏，把你找个借口给甩了，结果俺俩真同学，看着了 啊，我性子慢吗？不，一点不慢，这一块老够用了。你以为我平时我就这样慢性子啊？那不是因为咱俩处对象时你妈跟我说你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不能受刺激，你性子还急，让我呵护你照顾你，最好想个办法呀，让你把性子慢下来。你以为我一天娘娘唧唧我好受啊？啊，每次咱俩约会完我都一个人跑到河边，我喊半天，我心里难受，我压抑呀。你不想分手吗？好，分吧，正好啊，我也省着折磨自己了。哎，别，
你合计啥呢？这么好男人上哪找去？你彪啊！站住！没走。人家错了还不行吗？你别废话，都怪我给你宠坏了我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爱咋咋地，咱俩一毛钱关系没有啊！问，哎，这。阳光这么温暖明媚，日子这么有滋有味，急啥分手？慢慢享受生活呗。这俩人性格掉个儿嘞。走。哎，我说，事儿完了，我白挨揍了。答应我那是烤鸭的呀。